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。我们最近成立了台湾燃灯功德会，顾名思义，燃灯就是点灯，点什么灯？菩提心灯。菩提心以大慈悲为由，以大愿为助，以大智慧为光。所以透过燃灯功德会，我们去护持全世界的出家人，我们帮助那些贫穷的，甚至每个月好几次做便当素食的送到他们家，再给他们佛法。透过燃灯功德会，很多人了解了点灯的殊胜的意义，而把点灯变成一种慈悲的生活，去护持三宝，去利益更多的友情，去广结善缘。愿大家多关心燃灯功德会。阿弥陀佛。点一盏心灯，照亮自己，也照亮世界。护持账号：503238588，503238588，户名：台湾燃灯功德会。大家好，我是苏家宾医师。居家隔离与居家检疫的对象不同，接触过确诊个案的民众会进行居家隔离。所有从国外入境者都需要居家检疫。民众于居家隔离与检疫期间都必须遵守以下原则：一、留在家中或住宿地点，不可外出，也不能搭乘大众交通工具；二、每天记录体温和身体状况；三、建议有独立空间，避免与他人近距离互动；四、隔离检疫者和家人都要勤洗手，避免触碰眼口鼻；若有公共设备，需每日以漂白水消毒三次。最后再次呼吁大家，千万不要跑跑照，一旦乱跑，不但会收到告警简讯，最高还会被罚款100万元哦。